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少女马神 Sylvia 黄永恩。今个星期日跑爱美女王杯，好多高手，好似莫亚、贝汤美都会上阵，肯定非常之精彩啊！每逢大赛，大魔都会团重兵。今次马房出马13匹马，而我当中咧就睇好7场3号嘅人民武士啦。呢一匹3岁嘅马喺今季首两次跑1400米都拎到冠亚国一，虽然之后出赛3次都未拎到好嘅成绩。不过有一件事非常之奇怪呀，就是评分员竟然冇将佢减分，依然停留喺74分嘅分数，证明评分员都认为佢喺呢个分数有力再赢马啦。今次大魔仲将佢交俾外将贝汤美嚟拆骑，再加上马房嘅攻势同埋同场嘅对手都唔算太强，相信人民武士有力可以再赢翻场啦。重返今次美少女马神的心水先，就是7场3号的人民武士啦。想知道我们下次有什么心水，记住留意东周网美少女马神啦。